哦，唔緊要，咁啊聽啦，睇下其他同學記唔記得啦。記唔記得 A 同 B 係冇聽？有冇人記得啊？好，唔緊要。咁你其實見到 A 咧，就即係等同於咧，我哋筆記裏邊咧第一個第三頁啦，係啊呢一部分啦，喺 HTML 內 script 我哋建立嘅語法。咁樣咧放咗喺度咧，咁只要咧我喺個 HTML 入邊，我打咗我需要嘅文字啦，或者程式啦，咁佢就會 load 咗喺個 file 裏邊噶啦。咁呢個係第一個方法。咁第二個方法咧 ，B 就係個連結啦。連結咧就即係話咧，我呢一啲程式咧，我係打咗喺一個第二個檔案裏邊嘅，係啦。而我喺呢個檔案。